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又回来了。最近比较忙，所以没什么机会拍 GVP 的游戏。但我之前都有在玩了，就是没有拍的时候。哦，对，最近有一些活动，感觉我没有这个，对呀，改过，叫 The Secret Garden，是。那你们这个收集花的，给你收集了。我上面收集差不多，现在下面两个，这个是下面这个比较难的，这个需要 A 卡、S 或 R 卡换，用换的也用那个升级的也可以，但升级比较花的 RP 比较多，所以我都是用抽的比较多。不想做，我们再打个几首歌吧，反正。没有特别的。我打的什么？这个上次差点三星了，看这是能不能三星。啊！还卡了一下，对，还卡。哇，很好看。啊！啊，可惜啊，没三星，miss 两个吧，对，但是个的太多，所以分数不够高。我看一下，哦，miss 四个，我也只有 miss 两个，好吧。好像，哦，我们试试这什么？这时候也挺难的，我觉得。看能不能三星。我的卡其实没有升很高啊，你们都看见了。R2，因为盲升别的主题，所以这卡比较没有升到。不过之后会多升一点的，因为要冲榜嘛，是吧？所以之后会多升一点。只是现阶段先升别的主题，不过以后还是会有机会升的。毕竟我们冲榜是会用到这个主题，Gasman。啊？这手感好像不大好。
下分数。换别组织了，看一下啊。等下。原来是这首啊，这首很久没有玩了，之前玩过，但是后来没有玩了。下来再玩一次，看能不能上升，因为我前面两首手感都不太好。这首应该可以，我觉得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该发的是。哦，抱歉，该游戏坏了，宕机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让它重跑一下。再调一次概念，这是应该没问题了。啊！目前没三星一首歌啊，不要啊，一定要三星一个。那试试一下吧。都是些快歌啊，但是我觉得应该应该有机会，我觉得。
真的不行了。马刺，我们是这什么？肩豹什么？手指不灵活。这一片的声音到这样子，因为今天是手感不同，手感不太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。然后下一次，等我手感好，我再拍下一次，就是这样的。